各位大大小小，我用这句话可能较无迄个性别歧视哈。我第一遍听因归这个名吼，是卢传兴甲我讲的。咱那卢传兴去做真侪好的歌，包括杨兄歌，阮阿爸归心内门堂。伊甲我讲因归的时阵，伊甲我讲一句话，伊讲你知影台湾人啥物人物高位上悬？因为我有写一本台湾地音吼，卖甲足歹吼，卖甲尾下我阵提出来送人去接班会吼。啊，我讲倒一个，伊甲讲就是杨贵，我讲是安怎？伊讲伊写一个和平宣言吼，即较无一千字吼，伊食十二年的免治饭吼，迄千外里去换十二年的免治饭，这是全台湾上悬的一个高会。咱知杨贵这個人，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所以讲下面有些人讲伊。伊毋是共产党，但是伊是一个共产主义者。我讲杨贵先生，伊毋是一个文学者，但是伊就是一个小说创作家。伊毋是一个政治家，但是伊是一个社会运动者。咱了解杨贵，伊有真侪小说，而且短篇小说伊拢写甲真好，包括伊在1932年所写即个《送报夫》。咱知伊写《送报夫》一年有真大个意义，因为迄年也到咱台湾第一条流行歌《桃花吸血鬼》开始迄一年。啊，拄仔咧讲讲杨贵这个名，杨贵这个名吼，那对这杨奎吼，杨贵叫做杨奎吼，啊，这是有一个因缘吼。拄仔我来做一个补充吼，这是台湾新闻学运动之父吼，偌好个改吼，偌好个改，啊，偌好个改是用水果团迄李奎这个名个改，黑旋风李奎吼。我相信讲杨贵这個人，伊虽然伊有较细粒子吼，啊，伊个身体有较歹，啊，但是伊个精神个是。伊即个乌传统迄个精神，会使讲是，会使讲代表水果团迄乌传统迄个精神。因为尤其真，主要即个小说内底伊个内涵，伊所写个，就是一个弱势团体对强势团体一种控诉，是一种弱小民族吼，弱小个民族对即个帝国主义个即个控诉。但对于真侪小说内底，包括《上报夫》《我妈妈出嫁》吼，啊，搁其他《无渔村》内底描写了。一寡帝国主义统治下，殖民统治下啊，一寡医疗制度也好，社会制度也好，一寡各种的制度的不义不公吼，伊拢做甲真深的一个控诉。啊，咱所在尚伯夫这个物件伊摕去顶的时阵，虽然在台湾是毋是无顶无了，但是后来伊和全世界公认是一个好小说，因为这个小说伊去日本得奖，虽然是得了第二名，因为第一名重缺，所以讲这篇小说还是讲算第一名吼。啊，这篇小说所描写的就是一个农夫，伊个住喺台湾的土地，和帝国主义个剥削，伊去日本上报纸，各和报社的老板甲做各种方式的即个刻薄，甲即个剥削。所以讲，伊个小说内底有真侪即个疯狂的即个精神伫内底。啊，咱今仔日用真侪歌要来表示对杨贵的敬意，啊，即、這个歌内底拢是。对这个小说内底化身起来，也使讲，因即个少年辈这音乐家，甲只小说做真水、阁真好个即个新的诠释，大家等下来欣赏这几条歌，多谢大家。要不变的玫瑰花，伫1976年发售伫国中六年个课本内底，伫杨贵先生有关系一挂歌谣内底。甲花足有关系，咱拄啊上早开始东海花园，所以伊个反恐常常照着花，照着自然，啊，照着即款个景象来表现。这首歌个作词者是林良铁，作曲者是朱玉信。咱即马要来请您演唱《压不扁的玫瑰花》。楼顶的断完好未？啊，无哦，啊，好未？门窗啊开开啦，莫落来。再一首才换代，再一首才换代哦，足够了。歹势，这条是对袂变的玫瑰花。